哦，找机会下前抱腿。嗯。两个人的缠斗，看看巴拉金有没有办法直接把他拖到地面上。哎呦！我们看到身体这个变脸啊，这变面，摔跤中这个词儿叫是叫变脸，变面。这就是这利用自己身体这种拧转。对，我们看看马克西姆在。哎，巴拉金为什么刚才拿到很好的位置，一直没有做太多的动作？对呀、现在反倒是自己的进攻被对方控制得很不舒服。其实他刚刚到地面的时候，他在上位这个位置很不错。这个还是有一种可能，就是摔跤系的选手，就像当年MMA 刚发展的时候，擅长从站立到地面的 take down。但是进入地面的之后，哎，他们就没有了。对，后续手段。对，其实像刚刚进入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南北位置，是，没有后续的更多的细节动作啊。啊，肘击，肘击，这几下还挺重的，是。其实可以像巴拉金这样的，如果到地面以后没有太多更多的细节动作，可以就尝试就做锤击嘛。对对对对，这个确实。击打腹部，巴拉金真的是就应该找到一个很好的位置，就做肘和拳法这种地面锤击就 OK 了。啊，刚刚是想拿自己的腿啊，给对方一个手臂，然后让对方没法保护自己，哎，比较复杂一点。哦，这个身上的劲儿，哦，现在他实现了刚刚另外一侧的一个行动，对，用自己的左腿勾住对方的右手臂，那这样相对对方来说，这个防守的这个位置就少了。对，连续的肘击，对。最好是能够摁下去啊，最好是能够摁下去。对，因为你只有把它摁实了，这个击打的力量才能打透了。哎，别放弃自己的，哎，不要让对方把这个右手臂抽出来。啊，对。在地面控制上还是有点硬啊。对，你像马克西姆简单的几个动作都能就是，我们看看。马克西姆在下位的时候，每次都是几个简单，其实并不是说特别大的动作。你为什么使这拙劲儿，非得想着给他翻过来？是，刚才其实有拿到断头的机会啊。对，哎，你看又来一遍，这第三次使用这个技术，拿自己的手臂勾对方的，拿自己腿勾对方手臂，控制住对方的手臂。对，但是还是位置，你控制完以后位置要找好，做锤击也好，做锁技也好，就更方便了。是，哎哎，一个大翻转啊。好，继续锤击。马克西姆是不是也有点软？有点对，这我把握好机会，确实是场面上全程压制。对对，他现在一直以来就效果就对，效果就不太好。这一下有没有？啊，背后来的有了，开了。这一下打得很实了，这个太不容易了，该有了。对，太不容易了，连续了。对，做得也比较实。巴拉金这种摔跤系的选手确实是到了地面以后，他和这种八柔的选手这种体系不太一样，细节还是处理的裸脚降服获胜 and a winner but a red corner one by three